谁要充值？啥意思，猛哥哥？你刚刚还给我发了消息呢。囧哥又中了，开心啊！请求书飞过的渐行渐远水天长，是谁在唱那片蒹葭苍苍？其中空中一方的清澈，总不问是非对错。
刚给他们发一下消息吧，发一下微微。我想深入了解一下哥哥。加下，不过我给你刷宝宝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先加了吧。哥是一个直爽的人呢，不让我吃亏。看一下左下角我发的呀，那个下划线打一下，下划线打一下，哥哥我等你。加了有啥？加了天空哥，加了有我，加了有我，深入了解一下哥哥。OK 了，闪一下，我不在平台闪哦，平台上不能闪的，哥哥。囧哥哥，囧哥哥，我有你好友，说话不理人，啥时候的事情？啥时候的事情？我的微微哥哥怎么加？天空哥刷八个宝宝会发现你的，啥时候的事情？是上一年还是今年？上一年还是今年？刚看错了，我以为是什么年前吧，年前，然后过年我出去了一段时间，你要那个啥的话，微微哥，你现在搜一下 PPT， 给我扣个一。我年前出去了一段时间，没看微，没有回归，过年的那段时间。搜一下 TPT， 找一下我。然后就忘了，哈哈哈。我看一下哈，那个，囧哥哥，然后就忘，我给你备注一下，囧哥。我刚刚看成什么了？你的囧哥哥，你那名字我看成那个啥了。我看成妈了，离远一看跟妈一样。我说你是我妈妈，我操，那么重口的。我有一个，你搜一下 TTT， 那个是我。哈哈，囧哥哥，给你备注了，应该是加倍了吧。怎么着啊？我看到了，五二平哥哥，你之前发什么消息了？打了一，你之前给我看到咱们的聊天记录了，咱们当时聊了一些。